大家好，前面呢我向大家介绍了 SQ 语句的一些常见用法。那对于 SQ 语句上设计部分来说呢，光有咱们前面做过的增删改查还是不够的。那么在查询语句、插入语句呢，咱们经常还会用到一些 MySQL 系统里边内置的函数。那这一节课呢，我们重点就来介绍一下 MySQL 中的内置函数，也就是 MySQL 中的内置系统函数。经常编写程序的朋友呢，一定能体会到函数的重要性。其实丰富的函数呢，往往能够使用户的工作事半功倍。函数能帮助用户呢做很多事情，比如说字符串的处理、数值的运算、日期的运算等等。那在这方面呢， MySQL 呢提供了多种内建函数，帮助开发人员编写简单快捷的一些 SQL 语句。其中在 MySQL 中常用的内置函数有这么几个。第一类就是字符串函数。第二类比如说是数值函数。第三类就是日期函数。大概呢有这么三类比较常用的，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函数，像咱们上节课介绍过的统计函数。那这些函数呢，在 MySQL 数据库中呢，那么函数可以用在的地方，用在你看啊，比如说 select 语句，以及它的子句中，比如说像 where 啊，还有 old by 啊，还有 having 啊等等，这些中都可以用，也可以用在比如说像 update， 还有像 delete。 插入语句用的很少了，这些语句还有它们的子句中。那咱们今天呢就配合一些实例，这节课那对一些常用的函数进行详细的介绍。那什么叫内置函数呢？我们来连接数据库，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先连接一下，选择咱们常用的这个库，看一下这里边有什么表。有咱们上节课用过的一些表，看到这些。那什么是函数呢？函数可以直接在比如说 select 语句里边用。select， 比如说选择，直接这里边可以直接用运算符，咱们前面见过一加一，你看直接就等于二，也可以在 select 语句中用到函数，比如说concat 字符串的连接函数，比如说将abc 连接到xyz， 你看一下这两个字符串相连。那如果我这里边再写上一个KIL， 随便写一个，三个，那我能再写第四个呢？ Hello， 你看一下，就能把这里边所有的参数的函数连在一起。这是我们直接在 select 中用，我们也可以在这里边用变量。那对于表来说，那个列就是变量。比如说，咱们看一下这里边表，查询一下，刚才咱们看到所有表里边，先看一下这个，看一下有什么表。有这么多表，比如说咱就拿用户表来说，看用户表里边有什么字段。好，有 ID 名字年龄字段。那比如说我将名字和年龄连在一起，那怎么连呢？你看一下 select 使用 concat 连接。那这里边原来我们直接写的字符串，如果你直接写列名，那就是整列都作为变量，名字谁年龄是，比如说我这块用这一个，
再连接一个变量 age， 这样的话我这个是用表中的字段，这个用表中字段，那我们连接完之后 from 从 USES 里边我们看结果就可以看到 AA 年龄是10岁， AA2 年龄是10岁，就把这两个列中间用 age 连接在一起了。所以这里边如果使用列的话，就是整列都可以去连接。所以呢咱们做实验的时候，你就可以，我随便举一个变量名，比如说使用 AAA 和使用这里边的字段 name 是一样的，这就是我们在用的地方。除了这几个语句中用，比如说函数中可以将列，也就是字段名作为变量来用，那么变量的值就是每一行，就是这个列对应的每一行记录。当然你可以加很多条件了，也可以在 while 子句中用， or while 子句中都可以。那既然咱们刚才做实验可以在对表进行操作，那列名就是刚才这句话，所以呢我们大部分实验现在直接用 select 语句就可以，也不用接触表了。当然你接触表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可以把它当成变量来做就行了。好，那我们看一下字符串函数，看一下字符串函数。字符串函数呢是最常用的一种函数了，如果大家编写过程序的话，那不妨你回头去看看自己使用过的函数，你可能会惊讶的发现字符串处理的相关函数呢占你使用过函数的很大的一部分。但是呢有很多人呢会忽略字符串函数，他认为说学程序字符串处理呢比较简单就忽略了，说现用现找都可以。其实呢咱说了，程序百分之也就是有一半的代码有可能都是在用的函数，那你最好是把所有的字符串函数都用得很熟，因为程序经常会用到字符串函数。那么在这中呢，那字符串函数呢也有一些丰富的函数，这里边呢我们就一个一个介绍一下。这里边如果你不知道有什么函数怎么办呢，你可以去查询一下。基本上像这些函数PRP 中你用过的字符串函数， PRP 中有的函数， MySQL 中， MySQL 的内置函数中，大部分也提供了。所以呢咱们现在既然前面学过程序了，所以调用函数呢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儿。所以呢咱们就通过具体的实例来逐个的去研究每个函数。那需要注意的是呢，咱们的做例子呢仅仅在于说明各个函数的使用，所以呢函数都是单个的出现。但是呢在一些具体的应用中呢，通常可能需要综合的几个甚至几类函数才能实现相应的应用。你可以把 MySQL 手册打开，比如说咱们找一下 MySQL 无手册，那么我们这里边就有一部分你可以找一下这个 MySQL 手册呢已经很全了，所以你找什么都可以找到。那我们就来找一下函数和操作符，你看一下前面是操作符，咱们前面介绍过。那看一下函数，函数呢有字符串函数、数值函数、日期函数，这些呢是咱们比较常用的一些函数。所以呢你可以直接在这里边去找每个函数，字符串函数是什么用法， CONCAT， 这是咱们刚才咱们要讲的那个，里边是多个参数一连接，所以每个我讲过的函数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只不过这里边我给你总结一下什么样的函数常用，所以我也不对照手册了，我就按我的记忆中把字符串中常用的函数咱们都写出来。比如说就拿第一个来说CONCAT 这个字符串函数，其实刚才咱们已经用过，这里边呢就是第一个字符串、第二个字符串，一直可以是第 N 个字符串，那最少的参数呢就是第一个字一个字符串传入，就是把传入的参数连接成一个字符串，它的作用就是把传入的参数连接成
一个字符串，所以咱可以用它把多列按什么连接都可以了。比如说刚才咱们举的例子，就是将名字和年龄用这个字符串连接，将三个参数连接成字符串，这是一个连接的函数。这个例子呢我就不给你做了，因为咱们刚做完。好，那我们看一下这里边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这是第一个字符串函数。我们来看第二个insert， 我函数名都大写吧， insert 这个函数，那这不插入语句吗？你看一下这里边，这个呢是假如说里边有三个参数，有四个参数，第一个是字符串，然后呢 xy， 然后呢插入的字符串，那它作用是什么呢？是将字符串 str 从 x 位置开始，然后 y 个字符长度的字符串替换为这个，是插入时的是一个替换的位置。我这写出来是将字符串 x 位置位置开始，然后呢y 个字符串长度替换为字符串insert， 是这样的作用。好，我们做一下实验。比如说这里边我直接用 select 语句做了， select 将 select 然后 insert， 比如说将这里边 abcdefg， 我从第二个开始替换三个，你看啊，012从C开始替换三个，换成什么呢？换成 hello， 那我们看一下结果。你看一下，从 C 开始，从第二个它是默认从一开始的，一二，从 B 这开始换成 hello， 然后呢 EFG， 你看从二开始三个字符串。那同样我们也可以将字段，比如说insert， 将这里边的名字字符串从第三个字符串开始换两个，换成00，你看一下哦，我们这里边既然使用字段了，就得 from 从哪个表里边 ，users， 你看一下，从三开始换成两个，就把名字换成00了。那原来的名字是什么呢？我这块来一个 name， 你看原来名字是 aa， 换成 aa00，aaa2 换成 aa00， 也可以是字段的操作。这就是第二个我要向大家介绍的一个函数。来看一下第三个函数。LOWER， 将床上的字符串转成小写，那和第四个我一起写吧。UPPER， 这里边假如说我再传一个字符串，那就很明显了，是把字符串转成小写或者大写。通常呢在比较字符串中呢，要将比较字符串全部转成大写或小写，这样就可以区分大小写比较了。比如说你看啊， select，我将所有的LOWER 将所有的转成小写，比如说 HELLO 转成小写，然后逗号 UPPER， 我将里边传上的字符串，比如说 HELLO 转成大写。你看一下前面就是大写的转成小写了，小写转成大写。比如说我们判断名字等于 AA 的，那不管它大小写都等于 AA 的怎么办呢？select 星 from 从 user 里边 where 条件，你看一下 UPPER 将所有的这个名字字段 where 叫等于大写的 AAA， 你看你能查出来，不管你在 A 大写小写都可以，因为都把它转成大写了，匹配大小写。通常咱们不区分大小写比较的时候用这个比较多。这个作用就是将字符串转为
大写转为小写或大写的格式。好，我们来看第四个，有一个是 left 函数，里边有一个字符串，有一个开始位和对应的 right， 有一个字符串，有个 x。 那这什么作用呢？这需要两个参数，是分别返回字符串最左边的几个字符和最右边的几个字符。如果第二参数我们存空，那将呢不返回任何字符串。所以这个作用就是分别返回最左边的 x 个字符和最右边的 x 个字符。如果第二个参数为空，则什么也不返回。看这实验呢，很好做。比如说选择我从left 里边，假如说从哪个字符串里呢，从 ABCDEFG 从这里边返回三，那左边的三个字符，然后逗号 RIGHT 也从 ABCDEFG 里边返回右边的三个字符。那我们看一下 ABC 三个字符，右边三个字 EFG，所以相当于取子字物串，从左边取几个，从右边取几个。那么如果最后一个参数是空呢，比如说 left， 我就以其中的一个例子为例。哦，这就是一个错误了。看一下啊， left 最后一个参数为空，它得必须得存参数，那返回来的就是空。可以看看这个结果。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这几个呢经常在我们词汇水编程的时候能达到事倍功半的效果。我们再来看这个 L， 也是左的缩写 PAD 股权，比如说 STR， 从 N 个股权的字符串，然后 RPAD 右边股权的参数都是一样的。这个函数的作用是呢，字符串 PAD 对 STR 最左边和最右边进行填充，直到为 N 个字符长度为止，填充 N 个字符长度为止，直到整个字符串是 N 个字符长的位置。你看，这个是用字符串 PAD 对 STR 最左边和最右边进行填充。进行填充，直到长度为 N 个字符长度。比如说我这里边将这个表 from 从 users， 我把它用户名都补足十个长度，那分别在左边用星补，那右边呢我用井号补充。那你看都补充十个长度。假如说这是源的 name， 然后这里边补充 LPAD， 左边补充，在 name 字段上补充十个，左边呢用井号补充，然后 RPAD 右边补充，也是给 name 列上补充十个长度，然后呢用 QA 补充 from 从 users 里边。你看一下，现在长度能保存十个，一个在左边补充井号，一个在右边补充圈 A， 这就是填补的一个函数。
那我们这里边还有跟 PHP 很像的，比如说是去左边空格右边空格，看 TRIM 是去掉两边空格，里边有一个字符串，还有LTRIM 这里边去掉右边空格，还有 RTRIM 里边字符串去掉两边空格，左空格右空格去掉，也就是去掉字符串两边左边和右边字符串的空格。好，我们来做一下实验。假如说这块有一个字符串是一俩仨空格 ABC 一俩仨，你看对于这样的一个字符串，我使用 TRIM 我就可以把它两边的空格去掉，如果使用这个 LTRIM 怎么能看出去除两边空格啊？真这样吧，一俩仨 ABC 一俩仨一俩三空格，然后 RTRIM 一俩仨 ABC 一俩仨，你看一下这个有点看不出来，你看这俩左边的空格，这个咱们看一下怎么做实验啊。要有一个能取长度的就好了，咱们就可以看到每一列的长度，这肯定是去掉了啊。比如说我去掉之后，我再连接个字符串，两边连接一下，你就能看到了去没去掉。比如说用 CONCAT， 咱前面刚学过这个连接的，我用用一连接这个逗号，连接个二上边，然后这个我也用上CONCAT， 可以组合嘛，我用字符串一逗号连接逗号二，这个也是 CONCAT 一逗号，用它连接到它上，然后连接个二。好，你就可以看到我让它立起来，使用斜杠大记就可以立起来，不然太长了，你看你就能看到这个一和二是挨着的，就证明什么，它两边空格都去掉才挨上了，这个左边是挨着的，右边没挨，所以空格还存在，这个呢你看右边挨着左边没挨着，所以说明右边空格被去掉了。你可以看一下，这就是去除空格的函数。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字符串函数，有空格去掉函数呢，也有什么也有替换函数 replace， 这里边第一个字符串 AB， 那这个函数的作用你看一下，用字符串 B 替换字符串 STR 中所出现的字符串 A， 用字符串 B 替换字符串 STR 中的所有出现的字符串 A， 是这个作用。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看一下啊， select 怎么替换 replace， 假如这里边有一个字符串 abcdefghiABCDEFGHI 这样的一个字符串，我将字符串里边所有出现D 的都换成 XX， 你看一下所有出现 D 的地方都换成 XX 了，这跟咱们字符串的替换很像，所有出现的都可以换掉，这就是字符串的替换函数。当然字符串除了替换函数还有字符串的，比如说第八种比较函数 STRCMP，
这是按阿兹克玛字节比较的一个比较的函数，里边呢可以存字符串一和字符串二用于比较的。那比较字符串 S1 和 S2 其实是比较他们阿兹克玛的值大小。如果 S1 比 S2 小，返回负一；如果 S1 比 S2， 如果 S1 比 S2 大，则返回正一；如果 S1 第一个参数等于第二个参数，则返回零。我们来看一下，比较一下。你看 select， 比如说 strcmp 比较一下 A 和 B， 再比较一下，比较一下，比如说 B 和 A， 那这个呢，第一个是第二个大于第一个。这第一个比第二小，然后呢第二比第一个大，然后 strcmp 再比较一下，比如说 A 和 A， 看一下返回负一正一零。所以我们就根据这个正一负一这几个值就知道哪个字符串大哪个字符串小，所以在这里就可以看到比较了，和我们 PHP 里边字符串比较函数很像。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九个，咱们再介绍最后一个 SUBSTR 子阵，取子字符串，在这个字符串中第一个参数 STR 中从 X 开始取，取 Y 个字符串，那它作用就是返回字符串中 STR 中的 DX 位置起 Y 个字符串，也就是返回字符串中的 DX位置起y 个字符串长度的字符串，也就是此函数经常用来对给定字符串进行字符串的一个截取子字符串吧。比如说 select str sub str string， 我从 abcdefghijklmn 从这个字符串的第三个位置开始取五个字符串，我们看是多少，第三个字符串取五个，取出来是五个，跟咱们 PHP 的用法很相似。那我们也可以看，再看一下从名字字段中 SUBSTR，我取前两个字符，从这个名字字段中从0开始取，取两个，从1开始取，取两个 from 从 USERS 里边，你看取出 AA， 前两个都取出来了，这就是字符串的函数。大概呢这些呢就是我们字符串中比较常用的一些。 MySQL 另一类很重要的函数就是数值函数，这些函数呢能处理很多数值方面的运算问题。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没有这些数值函数的支持，用户在编写有关数值运算方面的代码的时候呢就会困难重重。比如说如果没有绝对值函数的话，如果想取一个数值的绝对值，那就需要进行好多次判断才能返回这个值。而数字函数呢能大大提高用户的一些工作效率。那我们现在就来介绍一下 MySQL 里边内置的一些常见的也就是经常使用的数值函数。比如说咱就刚才说 ABS， 这 X 呢代表一个数值，就是返回 X 的绝对值。
绝对值。那它用起来呢比较简单，比如说返回 ABS， 返回10，逗号 ABS 返回负10。那我们假如说想要绝对值的话，直接就去掉负号了就可以了。对于程序也一样的 select， 比如说 ABS， 假如说年龄，当然年龄没有负数的了，假如说我就想取一个正数 from 从 users， 当然它本身原来就是10，如果有负10的话，返回的绝对值呢也会是10，是这样的。这是绝对值。还有CEL， 一般的系统里边呢都会有这样的函数，比如说 PHP 里边就有这个函数，是返回大于 X 的最小整数，和它有个对应的就是这个 FLOORX， 这个呢是返回小于 X 的最大整数。比如说举个例子，现在这块是 2.1 2.5 还有 2.9， 那么他们如果用 CL 返回大于 X 的最小整数，那么返回都是3，就是近一取整法，这也可以叫。那假如说这个返回小于 X 最大整数，整数什么 2.1 2.5 还有什么，还有 2.9， 那返回来的结果呢都是2，相当于割舍法。所以这两个呢它是对应的，比如说 select 返回，我用这个CEL 返回，比如说 2.1 逗号 CEL 2.5 逗号 CEL 2.9 FLOOR FLOOR， 假如说是 2.1 FLOOR 2.5 FLOOR， 比如说 2.9， 你看一下这两个对比返回来的，前面三个返回都是近一取整法，就是返回大于参数的最小整数，而后边这三个呢都是返回小于参数的最大整数，相当于割舍法。这是这两个函数。当然我们这里边还有像求模的函数，比如说 MOD 里边传 X 参数和 Y 的参数，那么就会返回 X 除以和 Y 的一个模，也就是余数。这个也很简单，比如说 MOD 看一下10和4的模是多少啊，两个参数写错了啊，是2，那么10和5呢当然就是0了，就是一个求模的函数。所以呢咱们可以判断条件的时候用上谁和谁的模是多少。那如果前面数小呢，比如说1和11，这样求模当然就是1了。如果前面第一个参数是空的话，那么返回结果也会是空，是这样的。还有我们这里边有随机数，比如说 IND 的函数，那没有参数，返回0到1之间的随机，那就是一个浮点数的随机。那么我看一下，比如说 select IND 0到1之间随机，每次的值呢都是不一样的，你可以看一下。当然假如说我想要和100之间随机怎么办呢，要随机数咱可以有运算呢乘以100，然后呢再用割舍法或者是前面任意一个取整的 CEL， 你看一下，这就是和100之间的随机数，对吧。那我也可以用floor， 这也可以。当然我们这也可以用随机数，随机数呢不是随机数，用那个四舍五入的函数 ROUND 里边 X 和 Y 返回参数 X 的45入的有 Y 位小数的值，就这样返回参数 X 的四舍五入的有 y 位小数的值。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
round， 比如这里边取个直接 1.1， 你看45入多少，就是1，对吧？ 1.5， 45入 12， 1.4 还是1，是这样的。那假如说 1.489， 那这会儿2就 1.49， 小数点是两位的，45入。当然我们除了45入呢，我们这里边还有一些比如说截断的函数，像这样就是 TRUNCATE 截断的，也是两个参数 Y。 那这个什么呢，返回数字 X 截断为 Y 位小数的结果。你看，返回数字 X 截断为 Y 位小数的结果。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在这里边假如说 select TRUNCATE， 我们这里边 1.23， 比如说52，这是用截断的方式。那假如说我用45入的呢， ROUND， 你看啊，也是 1.235 逗号2，这两个结果一不一样呢？你看第一个截断不45入，直接小数点截断剩两位，这个呢是也是截断，但是呢后边数呢假如说超过5或是5本身就会进一位，所以截断和45入的区别就在这儿。这就是咱们数值函数常用的一些，除了数值函数 MySQL 内置函数中还有一些日期函数。有时呢我们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需求，就是当前时间是多少，那下个月的今天是星期几，统计截止到当前日期前三天的收入总和等等。那这些需求呢就需要日期和时间函数来实现。当然了我们可以用 PHP 的时间戳来完成，因为时间戳是秒数。比如说三天前怎么办呢，用当天时间减去三天的秒数，那就是三天前，对吧？如果用数据库里边存日期的类型呢，我们也可以用日期和时间的函数。那这里边日期时间函数有这么几个，CURDATE 返回当前的日期，比如说假如说想返回当前的日期 select CURDATE， 这是当前的日期。那有返回当前的日期呢就有什么 select CURDATE time， 这我就不列了，返回当前的时间，你看2011年12月27日15:09:54，然后这个。那我返回既有日期有时间的呢， NOW now 现在的时间，既有日期有时间的。那我想返回Unix 时间戳时间怎么办呢？返回 Unix 时间戳时间，你看假如说我现在根据当前的时间我想把它返回 Unix 戳时间怎么办， select 用这个函数 Unix time stamp， 假如说里边存 now 现在的时间，我就把当前时间选的转成的这个秒数，用那个时间戳。这是从1971年1月1日00:00，也就是计算机元年到现在的秒数，用它就能把现在的时间转成用的时间戳，然后给我们使用。那假如说我想返回用那个时间戳中的日期的值怎么办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用表里边存的就是时间戳，那我们直接取出来就可以取出日期的值，我们怎么办？因为我们用整数存的就可以存这个时间戳了嘛。假如它是一个字段的话，我返回这个字段的里边日期值就可以这样，比如说 select 是 form unix time， 比如说我把那个12934338 35，你看一下就能返回这个时间戳对应的是日期，你看是不是刚才呢咱们对应的那个时间27:15:10:35。那当然了我也可以从这个时间戳里边返回周，
你看呀，同样这个时间，我返回周的时间使用 week， 还是这个时间129343335，也可以返回这里边的年，时间错中的年，比如说也是这个129343335，你看一下都是可以的，或者返回这里边的小时，使用 HOUR 返回这里的小时，咱一个一个写吧，先别写小时了，先写到年哦，周年，一个一个写吧。比如说返回周，我直接用，它不是从这时间错里返回，这我写错了啊。No， 从当前时间里边返回周，咱们得把这个这种格式，它就叫用年日时分秒的格式返回。你看，现在一年的第几周，然后哪年，是这样的啊。那假如说我从时间里边取出小时，刚才是 CUR time， 这是当前时间，比如说从这里边取小时，使用 HOUR 取出小时来，你看呀，是15点。那我想从这里边取出取出分，是这样，比如说是错了啊，这是小时的函数，我们用分的函数，比如说是 minute 13分，15点13分。那同样我想取出秒呢，那你再找一下秒的函数就可以了。那这里边你看一下返回英文的月份怎么办呢，你可以使用这个，比如说从这个现在日期中返回英文的月份 SELECT 选择，比如说 MONTH name 月名，从这个 NOW 现在的时间里边，那现在看一下12月，可以看到。那现在呢，我们还可以有一些自定义的一些日期的格式，比如说使用 date， form 下划线，这会得加上 format 数据格式，比如说 no， 从现在的日期里边，后边指定格式都是以百分号格式，跟咱们 PHP 里边很像。比如说我想取出这里年，那百分号这里边应该什么应该是 y， 就是大 y， 是四位的四位数字的表示年。那月呢，那么假如说我用一个杠，当然这个我得加上字符串的形式，就是将现在的时间日期格式化，跟 PHP 差不多，百分号百分号m 表示两位的月份，然后杠百分号日呢 d 空格百分号 h 小时冒号百分号分。你看这里边分钟咱们应该用什么表示呢，在 PHP 里边是用i 表示，那咱们这里边呢也是用 i。 那秒呢，百分号在 PHP 用 s 表示，我这里边看一下是不是用 s 可以表示秒的形式。你看函数 day 啊，这写错了， date 不是数据格式，日期格式。哦，看这个错误啊，这个咱们的函数写错了，这块是 for， 看一下就可以列出来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日期函数，我们再总结一下都有什么，有当前的日期，有当前的时间，对吧，CUR time 当前日期当前时间年月日时分秒，这么几个 time 函数，用什么参数呢，我都给你演示了，像这几个都没有参数的，当前的时间，还有Unix 时间戳，这里边传一个日期，然后还有像 from Unix 时间戳，还有周里边传一个时间，还有年，
通过时间取出年，还有小时，通过时间取出小时，还有分，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刚才的格式化等等。那 PHP 的函数呢，这个 MySQL 里函数除了字串、数值还有日期的函数，当然还有一些像流程控制的函数，也是咱们经常用到的。那咱们把它分为第四类，第四类流程控制函数。那流程控制函数呢，也是一个很常用的一类函数。那用户呢，可以使用这类函数呢，在一个思考语句中实现条件选择，这样呢，就能做到提高语句的效率。那么在语句控制中呢，我们也有很多种语句控制。这里边呢，咱们先使用一个表，先创建一个表。比如说，我就直接在这里创建了 create 创建表，比如说叫做薪水表吧。然后这里边，比如说有个 id int， 我就直接写了薪水，比如说九位的，小点保留两位这样的一个表，然后插入数值 insert into， 插入到这里边薪水 values 值，我就插入三个字段，比如说第一条记录是1000，然后第二个记录我们用的是2000，第三个记录多插入几个是3000，第四个记录真的是比如说4000，那第五个记录真的是5000。暂时呢，咱们就插入这几个值，5000。比如说我再插入一个第六个吧，插入一个空值，然后我们看一下，从这个薪水表。看一下1、2、3、4、5、6这么多记录。我们先用第一个流程控制函数，使用 if， 然后这第一个参数是值 if 函数，然后呢返回的是 t， 如果 value 值是真的话返回 t， 否则呢返回 f， 也就是返回真假，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这里边比如说我们介绍，那这里边呢认为说月薪在2000以上的属于高薪，我们就用hat 表示，而2000以下的呢，2000以下的职员呢属于低薪，我们就用log 表示。那这里边可以怎么查？ select 查找，如果第一个值是条件 salary 这个字段，就是第二个字段，比如3000以下的我们叫做低薪，3000以上叫高薪，那么大于3000的，没有逗号啊，大于3000的我们返回是高薪 HIGHT， 如果这块是小于3000的，那就那是属于低工资 from， 从 SALARY 薪水表里边看一下。那我把这里边其他字段再列出来，假如说是 ID 列出来， SALARY 字段列出来，你看一下，1、2、3千的都是低的，4000、5000的是高薪的，空的呢这是没查出来，是低薪的，可以看到这样。这是第一个，我们还可以用 if， if no， 如果是空的话，用这个里边有两个值V61 和V62， 这个什么意思呢？如果 V61 不为空，就返回 V61， 否则返回 V62。 那你看我们这里边做一下实验，你看select 返回，选择 ID 薪水逗号，如果空，你看SALR返回空 SALARY， 看一下薪水，如果薪水是如果不为空的话就返回的薪水，如果薪水为空的话我就返回是 0.0
零就返回零就可以了。from 从，你看一下，这里边薪水第一个字段不为空的都是这个，如果是为空的就返回零。看到这个了吗？所以呢，这一个函数用来替换空值的。咱们知道，空值是不能参与数值运算的，所以通过这个就可以把空值转成零来代替。所以使用这个 if not 这个空这个流程控制函数。那我们还有流程控制函数，比如说CSEWHEN 然后V61THEN 是结果 RESULT1 然后否则缺省值然后 END 就跟我们程序语言里边用到的 case 语句 switch case 一样这 WEN 这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如果当这个什么当这个值 V61 是真的时候返回然后返回这个结果否则返回缺省值看这个那这里呢也可以用这样的写法就是 case win 然后这样函数来实现咱们比如说前面咱们举过的例子中的高薪和低薪的问题假如说咱们再用这个例子 select 选择 CSE case 匹配匹配什么呢当这个薪水小于等于3000的然后我们就输出 ROW 小于等于3000我们就输出低薪的否则是什么高薪 HIGH 然后 END 然后 from 从这里边小于等于300现在都小于等于300我们小于等于3000你看啊低薪高薪就全可以查得出来了所以可以使用这个值当然像这样流程控制函数呢也有很多我们这里边就不一一举了我们再看一下除了流程控制函数呢再看一下第五部分就是其他函数其他函数比如说我想知道当前的数据库名当前的数据库名 database 如果想知道我现在买 SQL 的版本使用这个函数如果我想知道当前登录的用户我使用这个函数返回的假如说 IP 地址我想用数字表 IP 地址比如说使用这个 INETATON 里边存个 IP 然后我想返回刚才是 IP 地址的数字表示那我想返回这个INET NTOA 这个呢是返回数字代表的 IP 地址当然还有像咱们经常用的 password 还有像 MD5 这都是咱们系统里边经常用到的函数来咱们一个一个做个实验比如说我想知道当前的数据库名那怎么办其实你斜杠 S 看状态也能看到当前数据库是虚数 PHPDB 那我可以这样做 select DTBSE 加括号函数嘛你看虚数 PHP 知道当前数据库我想知道当前的版本 select 当前的版本 5.0.51 这个带日志功能的那我想知道当前的用户登录的用户是什么我用什么用户登录的 USER 我用 root 用户在本机登录的都可以看到那假如说我想返回 IP 地址的网络字节顺序那就可以这样 select net inet aton 比如说 192.168.1.1 那返回这样的一个字符串那我先返回这样字符串代表的 IP 返回这个网络字节序代表的 IP 地址怎么办呢 select 用 inet 下划线 n
TOA， 假设我输入上面的数字，比如说是323223，5777，1.2.168.1.1，就是一个它俩是一个对比的一个函数。它俩主要用途呢，就是将字符串的 IP 地址转换为数字表示的网络字节顺序，这样可以更方便的进行 IP 地址啊或者网络段的比较。那这个呢，你可以做一个表，在实际工作经验中呢可以用一下。那我们看一下 password， 这个 password 函数呢返回的字符串的是一个将字符串进行加密版，比如说假如密码是123456，那我想把它加密，我就可以用什么 password。 你看一下加密后的字符串是这样的一个加密的字符串，是一个41位长的一个字符串，大概是41位，就是41位。其实这个函数呢用来设置系统用户的密码，就是 MySQL 系统里边用户密码，不要用来应用的一些数据加密，比如说你做个网站，网站里边有用户，那个用户加密不要用它，它是给 MySQL 本身系统用户用的。比如说你给 MySQL 用户设置密码，那你就得使用 password 来加密。那如果应用方面使用加密的话，那你就使用 MD5 这个函数。那这个呢 MD5 的函数呢就是常用来对应用程序中数据加密，比如说你做个网站需要用户的密码加密，这样使用 MD5。 比如说咱们把用 MD5 也是加密一下123456，你看一下是这样的一个加密方式。所以呢你在做 PHP 程序的时候，那里边需要有用户中心或者用户管理，那你就可以使用这种加密。而这个是 MySQL 操作系统， MySQL 这个系统本身的用户里的加密。就像我们这样，比如说形容 from 从我们的MySQL 库里边的用户表里边，我们看一下我们现在的加密方式，这几个用户都没加密。你看这个用户加密了，这个密码就是 password 加密的，这是 MySQL 本身的用户密码。如果你是 PHP 程序中的加密，那你就用 MD5 加密就可以了。 PHP MD5 的加密方结果呢和这个是一样的。好，这就是我们这节课的主要内容，主要是介绍了 PHP 内置的函数。这样函数呢你可以通过通过 MySQL 手册中都可以查到，只不过我将常用的给大家列了一下，希望大家对大家的SQL 语言设计的学习呢有帮助。因为咱们这一课呢主要是对 MySQL 常用的各类常用的函数呢通过实例呢做了介绍。其实 MySQL 有很多内置函数的，那这些内置函数呢实现了很多应用需要的功能，并且呢应用很好的一些特性。如果用户呢在工作中需要实现的某种功能，那最好先查一下 MySQL 的官方文档或者帮助，看一下是否已经有相应的函数来实现了用户的功能，因为这个可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当然由于咱们时间有限，那本节呢咱们并没有介绍所有的内置函数，那希望呢你可以按照我这种实验的方法进一步呢去查询相关的文档，去将它完善。其实呢咱们讲过这些呢也就是常用的已经够用了。好，谢谢大家，这节课我们就到这里。